须弥回鼎在有记载以来一直是帝王将相争夺的目标，辗转流经多个王者之手，十分神秘，具体有什么功能暂未可知，但一定十分强大。那又如何，灵宝在千年万年的时光中会产生自我意识，需要极大的机缘巧合才能认主。认主了，王气在认主之后，主人便会感受到王气的功能和作用。现在你有什么感受？一定感觉自己变强了吧？是不是战力值更上一层楼？来跟我比试比试。感觉大便更通畅了。这就说明你这个王气什么能力也没有，纯粹是一件好看的装饰品。楚凡，这下你死定了。为庆祝小师弟获得灵宝一件，今晚我请客，咱们上九天盛宴。你们哪儿也去不了，你杀我孙，侮辱我，今日我就要你葬身此处。后悔的先生，你神魂受损尚未恢复，今日你的命就归我了。师弟，我们来帮。你们的对手是我们，用我二人之力绞杀楚凡。日月使者，三方来贺，煌煌神雷护佑我身，三层雷遁。这巨大的攻击力，就算是远古大神来了也得化成灰。恭喜两位老祖，大仇不好。须弥宝底觉醒，这件灵宝是一件防御法宝，能在生死存亡之际护住主人。它还能修复神魂，扩充灵脉，让主人生出三颗丹田。但这件灵宝需要海量的灵力冲击才能觉醒，恰好你们送上门来。楚凡不是什么都没感受到吗？我知道了，原来你们联合起来骗我。跟他拼了，让他去死。不好，下次再战爷爷留你一条命。老祖，还有我呀，你没带上我。爸爸，不，爷爷，不，祖宗，求您了，只要您放了我，我让整个陈家归顺于你。整个陈家都归顺我，真是盛情难却呀，就去陈家一趟吧。不孝子孙，你如果眼里还有我这个老祖的话，就听我的话，赶紧搬家。我理解你，岁数大了，有一种被时代远远甩在身后的无力感，但也不至于被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吓成这样。请问是哪位大佬降下的雷击？晚辈有何过错？请您明示。爸，我已经代表咱们家归顺楚凡了，楚凡能力非常强，一定能带领我们走向……你说什么？认一个黄毛小子为家主？